一对越南来，一对菲律宾来，不管因是对倒来，今嘛，因拢是咱的台湾媳妇。嗯，过来呢，那个罗大厨呢，还要教我们煮这个烧酒鸡哦。黑麻油鸡，奇怪呢，这麻油鸡印象中哦，就是这个坐月子人才有在吃，可是现代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得到。对啊，为什么？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喜欢吃麻油鸡？为什么？为什么？其实麻油鸡煮起来很香嘛，香。但是这鸡肉来讲，也是大家都普遍最能接受有肉的。对，就是蛋白质的养分。对对 对, 對 ，OK， 好，那个我们的嘉义有没有在你们那个泰国那边有没有煮过这种麻油鸡？也有，有，可是很少，是中国人他在那边有吃，可是我们泰国人很少啊，是哦。好，首先要先从哪一样做起？姜哈，咱先切片哈，切片。公正经，这一般只要哪有咧灶卡煮起来，人拢会用切啦吼，对吧？哦，咱甲切较细点吼，因为咱这火较慢啦。好，有啦，我已经有先热锅啦。咱锅嘛有先甲倒。因为拄只足倒的好。来，这个麻油也是锅子热才倒下去吗？哎，不用，冷锅就可以，全部都给它下去，全部，这是差不多有偌济，咱兜食饭的碗敢那无遮大呢？要，这差不多有300cc， 差不多有。300cc 好。老师，为什么？麻油？对啊，麻油就是胡麻油啊，没有那些什么白麻油啊。有啊，白色的就是香油而已。香油伊嘛是磨啊都去炼的呀。那就是欧磨啊嘛。但是要煮这个烧酒鸡，就是一定要用黑麻，黑麻油香。对，黑麻油较薄。对啊，像武功家。黑芝麻吃的比较多，头发会比较亮。真的啊？对，比较乌黑，比较发亮吧。因为老师，不见得每一个人的体质都适合吃麻油啊。但是，就是总括来讲，黑麻油、黑芝麻就有这个功效了。黑芝麻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叫做维他命 B2。维他命B2 它嘉义你有听爱不？维他命 B2 它可以，它最主要这个 B2 可以抗氧化和老化。啊，老师，这有注意那类，干没皮皮给我？没了，伊这油不就全皮？你放心哈。老师，刚刚材料介绍的时候，你是说什么？姜适量，那其实到底要多少姜啊？姜哦，姜你得看，咱那一只鸡差不多看偌济。要半碗，加加一点嘛，会使。哦，因为那你去菜市啊去买，真正迄姜大细片足多啊，对无吼？来了，嘉义，你会炒菜来？来，咱先来爆个香啊！哦，要给它爆香哦，爆香，你知道吗？吼，爆香就是让它的那个姜的水分蒸发一些掉，然后感觉那个姜会有点干干的。好。加一个叉哈。嘿，还要再干一点。嗯。这样还不够哎，所以这个是要用大火这样子去让它炒到拿那个蒸，就是姜片的那个水汽。大概是可以大一点的，好，那机会时阵搞不下来，会的，会的，安在袂扣，对，今摆在金卡洗下袂，不要金卡大，我够卡大，上大安尼尔啦，歹势，安尼等一下，再等一下好了。说实在的，有时候哦，有一些料理哦，还真的是要火力大哦，煮起来比较好，对不对？而是很多人在吃麻油鸡的时候啊，比如说酒倒下去之后滚了，那你就会点火让它把那个酒精蒸发掉，对不对？对，加倍扣嘛，加倍香，而且那个酒味，对，比较不会那么呛哈。对，但是乡下老一辈他们甚至下去都不煮，不点火，他们就喜欢那么浓的味道，老一辈。没错，因为他们说如果酒味不够的话，就感觉姜要先拿起来吗？好，可以了哈。好，把蓝线火先关掉哈，关掉。好，要把它拿起来吗？好，捞起来。捞起来。捞起来，再捞一点油起来，然后我们下去煎蛋哈。哦，油也要先装起来哦。对对对。所以只剩下一点点的油，先煎蛋就对了。先煎蛋啊。像你这样子，丽娜，
比较常吃，你就可以一次像我这样有炒得多，你如果觉得每次要煸得久，你就一次炒得多，每一天你做下来每天都要煮，对啊，对啊，这个姜你可以冰封起来，放凉了再冰，啊，两天要吃，过天要煮，油又倒下去，倒下去，鸡肉炒菜，鸡肉倒下去，就用了吼，好，我们的油，哦，脚手很紧哦，是的，是的，是的，这助理没脚手较慢的，是要怎么跟人做助理，没钱通赚的，倒点起来啊！好。哦，那蛋是四颗一起这样子，对，煎一个大粒的就好。好。大粒的你捌煎过？唔捌呢。唔捌。唔捌，好，你煎看卖啊。蛋黄不用打散啊？不用打散啊，规粒啊，荷包蛋啊。歹势啊，老师，我看还是买好了，无等下漏开。我们去考技能鉴定的时候，我们就要煎荷包蛋，厨师执照。所谓的荷包蛋不是这样煎哦，是挤过来这样叫荷包，小荷包嘛，差不多人家要吃，就是像元宝这样的感觉，就对了，那个叫荷包哦，一次煎要六粒吧，一次这样煎，我刚才听我的制作人就那个跟他不太感觉听起来不太一样的笑声哦，怎么说？我不知道啊，你刚才说用给你是不是女生夹的那个小荷包吗？荷包我，你想去菜市场，我看妈妈都夹不夹，那就叫荷包。我你技能鉴定都爱煎这种卵，哎呀，全熟。太会了吧？好，今天才开始会。哦，我等下超会炸，我海湾老师转到去。哦，这才放点仔盐哦。原来荷包蛋就是安尼来哦。哎，咱有盐啦吼，干嘛去干妈店过买？唔知呢。好，我熬了，你看，一退就退掉。来，大概多久？大概一点点，然后撒一点就好。好。好。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去买特那个啊？你看，一拿就拿到。哦，可以。可以今天去买那个乐透。这个这样子煎，就没有办法像你说的那个一半的那个啊。煎就不用了。这样就看不到。煎要煎大粒比较好。哦。啊，煎这个煎拢切。煎肉切煮起来才会香。好，那个嘉玉老师讲煎肉切，你听得懂吗？不懂。就是那个要干一点，不能像这样子上面这样软软的，这样会比较香。看它的颜色哈，它的颜色是白白的哈，白白的就是还不够，还不够。而且煎到有点黄哈。哦。哦。这不要紧，这不粘锅。啊，等下我给你变了，你也要变了哈。要拍恁到你啦！要拍恁到，我是无法度哦。冰两啦，不是叫你人冰啦。我看啊是卖啦。哦卖。我连刚等下弯到气候了，我再跟你讲好。我功夫若学起，我再跟你讲。无等下起来就啊，规拢散了了，啊无彩你用较水着，对不？但是你拄只讲加卵是会较丰盛，啊那无其实也不需要加蛋嘛。对，也可以不要加蛋。就是纯吃这个麻油鸡就好。对对对。其实我一个人拢想买安尼做，煎几粒万卵啊，放点仔米线。好好。一顿食几粒万卵安尼刚好。啊！你我一天食三粒啊，三工过三即三工，我卖搁食。哦。对不？营养嘛均衡起啊。安尼刚刚较无均衡呢。均衡。人家说一天是最好不要超过两颗蛋，不是吗？其实还好。那你不要每天吃就好了。哦，不要每天吃。先啊，欠要巴肚内底啊。不过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哇碎啦公民啊去头前咱们来听台湾媳妇那个嘉玉你们那边麻油煮麻油鸡那坐月子不吃那都什么时候才吃也是平常就想吃就吃嘛，对呀、啊。哦，那我们泰国平常他们不太喜欢吃，可是中国人呢、啊？ Okay. 中国人他在泰国啊。那你们他生孩子还是冬天这样子？那你们坐月子要吃什么？是炒菜啊，是酸辣汤，酸辣汤还是酸辣汤啊？山东水饺。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子啊。对啊，所以平常是坐月子跟平常一样啊。跟平常一样啊，没有特别的要补啊，猪脚啦。没有。
哦，还是木瓜炖排骨？对对对 对，因为吃人家不是说吃那个猪脚花生啊，会比较有奶水喂喂小孩啊。啊，你们那边没有？我们泰国不一样，跟中国人。哦，那你们都是吃什么？我们那个。嗯哼，嗯，啊这是不是爱？要开了哈，那我擦鸡吧，啊这个蒜哦，能比较干。直接坑了都啊！直接坑了都，直接坑了都。没有啊，你不要误会，因为那个不是水，那个是酒。那个是酒。嘿，那是因为哈，因为哈，咱的路的有这火哈，较无灭一淡薄哈。啊，咱的老师说，如果等到这个冷的米酒倒下去，再滚到它滚哈，我们这一顿可能要炒三个小时，所以就让米酒先滚了哈。哦，你也是这样炒对不对？嗯，好，好，这样还不够哈，要炒一下哈，就快就快掐一点。那可是酒我没有弄热，酒也是弄热，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冷冷的鸡肉熟了再放下去。对对对，你有点火吗？有，有点火。嗯，哦，就煮到火没有了吗？等一下你看哈，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做出来应该就八九不离十。嗯。好，但是一般哦，这不要洗，哎，啊，不能过水。你想洗好冻好就卖个洗，卖冻好洗，归家洗好才落冻。冻哦，安尼也水分较袂遐济。哦，好好好好。哎，那能不能说，比如说洗好之后啊，嗯，啊冻好的时阵，那用一种湿纸巾水收干。对啦，对啦。丢了，卖过碎，因为一件肉哈，它新鲜的肉哈，它水分本身含的比较少，一碎了也干都可以去的，差一点也差不多。佳玉，你要记得哈，老师说那个鸡肉哈，买回来的时候就是一整鸡先洗一洗，然后剁完之后就不要再洗了。那最好呢，用那个像湿纸巾啊，把那个水啊稍微吸干一点，这样子炒，就肉质就会比较好。没有。好像这样子有没有？有一点点超微大的感觉，不是超微大，有点金黄这样子。我就是讲这把爱过水嘞，这个唔免啦。哦，因为咱这汤，无咱这火较慢嘛，所以咱今仔日改变的炒好较久。哦，炒较久诶。哦，炒较久伊就较鲜嘛，但咱落去免煮较久。哦，所以这酒若落去滚的时阵，点火点到透伊就差不多啊。对，就。对啊，我记得我姐姐在坐月子的时候，问阿妈吼，我姐姐看到啉酒啦，啊，真正倒来滚者，就拄啊要滚尔，我姐姐就啉啊，啊，怎会只爱啉要食饱了啊，甲阮孙仔饲牛饲奶啊，饲起阮的孙仔目睭下落面拢红的安尼啊。加上点酒。哎，老师说实在的，这个麻油哦是蛮补的啦，哎，蛮补的。哎，不过我好像也曾经听说，其实它麻油也有，就是也有一些对人体，好像某些方面，比如说有些人的体质不适合啦，或者是说对某些方面还是有它不好的地方，所以是还是要注意。麻油是补，但是你若身体伤虚，燥热的人就不能多。还有身体太虚也不行。也不行。你不能说因为他很虚就给他吃很多，那不行哦，傻的，不能。还有就是开刀的人，对，对不对？麻油酒之类都不能吃。嗯，对对对。好啊，我先来火过，啊，这个刷过来啊，一定火较大。啊，是安尼呢。老师，你别给我喷掉。哦，那个佳玉，好，真正这边火较大，好，啊，这个摕来后边去。我点看麦啊，应该是会倒啦。这边较滚啊。啊，无啥好。老师手已经烫着，还袂倒安尼，别紧啦。起不来就好，加煮半年好啦。老师，这像这安尼，若真正点袂倒是砍的好滚，还是讲麦砍好滚？麦砍，麦砍，它的那个蒸发比较快，对不对？
这火不烧起，我手就烧起。老师，你莫为着来教我料理，手受伤，安尼我来唔甘呢。哦，咱虾米上重要，姜阁无下着。哎耶，安尼搞什么应该？够讲话。哎，老师拍谁啊？那是我唔对你啊。其实有时候这个肉啊，有比如说，当然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你就可以煮久一点，让它比较较软的哈，老回来人要吃，较袂多薄薄，像咧揪手链的安尼。而且尤其是土鸡肉，哈，它会比较 Q， 哈，比较有嫩度。但是咱一般在吃拢是吃多好食安尼啊。当然啦，年轻人当然有办法啊，可是老人家就是要较软的再薄一点啊。哎，我咧滚啊呢，要搁试看卖不？来打嘞。我换你试看吗？换人试手去啊！小心啊！真正无法动，真正无法动。钱歹赚啦，哈！钱歹赚，惊细汉。好，像这样，如果说没有点火，全部都是酒的话，你大约滚多久？大约滚的，我们还是一样熟就好了，好不好？就是、熟就好了，好。OK。泡沫出来了哈，表示肉高嘞，肉内底有滚掉啊，够滚满年头啊。你也是这样煮嘛哈？我有放一点水，哦，放一点水哦，不会那么辣，嗯，对。然后你还有点火？没有，你也没有点火。我没有点上面。你有像我刚才那样试着点吗？没有啊、哦，他不是点上面，他是点下面。哦，点这个好，哦，这个一定要点呐、啊。你没有像我这样子点啊？没有，我不敢点。哦、你不敢点哦，最好是不要哈、哦，会烫到。但是麻油鸡就是要点，这样它烧出来、嗯。为什么要点？让它酒精给很快的蒸发掉。蒸发掉，嗯，哦，这样它的汤才会好喝，嗯、哦，那米酒会变成会甜。哦，那苦涩味会跑掉。这点这吼，坦白讲，我感觉较早来那个啥，是番仔火较好势。番仔火啊。嘿啊，无你这来台一定手会去烫着嘛，对不？我嘛唔知今仔时阵点袂起。我来讲歹势，我的脑啊实在是哦。可能是火不够咩？嘿啊，不够咩啦，真的，这跟恁这个餐厅那个没有，还有一种可能是那锅子的材质。啊，真的、啊。剃鼎哦，伊导热性较紧，你知道？真的吗？老师，啊，那这种干嘛多？就可能不多，可能是鼎，我想可能是鼎的关系。哦。好啦，安尼差不多啊。可以啊，我嘛讲啊，差不多啊。好。那 OK 啦，好。哎呦，拍死！来。我这个全部都没有放调味料的。对。哦，没有放调味料。好，行了。来，加油，你捧好了。来，真的底下会烫哦。来，两个都给你。来，端好，端好。端好哈、哦。来，中间给你这样。然后要有一点点像这样子，镜头才拍得到啊！你不要烫到你的胸部哈、哦。没有。台湾媳妇，嗯，热腾腾的麻油鸡，感觉起来闻起来就好香哦。然后呢，再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干烧明虾。炒虾，炒虾还是明虾？炒虾。哦，今天是炒虾。老师讲今天虾有较细只，啊，所以呢，拄食这个材料内底吼，这个太白粉，老师是讲唔免用着，是不是？太白粉本来我是讲虾啊较大只，那个加开刷肠啊舀起来，迄、嗯、肉抹上一点太白粉，安、哦、尼让你煮的时候你较袂遐香。哦，原来如此、嗯。好，先吃我一块哦，来，先吃看看，进来，嘉玉。试试看你煮的跟老师煮的有什么不一样？应该老师煮比较好吃。嗯，其实吃起来蛮嫩的。嗯哼，所以老师说不要煮太久，就是熟了然后再煮一下下就好了。熟了就好。一般来讲就是，那会呢，火如果有点着，嗯，火烧完之后，哦，再煮个两分钟就差不多了。哦，好，喝个汤看看。哎、欸，
为什么没有放盐，它还是有咸味？对啊，我们用的这是有加盐的。哦，米酒本身里面它就有加盐。对啊，我们今天又没有放水嘛。嘉玉，你觉得老师煮的跟你的口味有什么不一样？老师煮比较好吃。我知道，那还比较好吃。就是你那个肉啊，老师煮的它比较嫩，对不对？嫩。那在家是不是煮太久就会比较硬？所以呢，这就是功夫啊，这就是诀窍。老师刚刚说，再丰盛一点呢，当然就是再加个蛋啊。如果你一个人在家，你可以是一个人吃两颗，或是一颗都可以了，随你自己喜欢呐。其实我觉得连这个姜哦，吃起来都蛮好吃的。对。嗯哼。你炒过了再煮过，吃起来不会那么辣了啊，没有什么辣味。好。其实像这样子麻油鸡，老师你觉得一个人啊，大概多久吃一次，蛮好的？其实我们每次吃其实都不会吃很多啦，你说几天就吃一次，我想都无妨。只要是说刚好，因为这个比较燥热嘛，一般就是气候要是刚好可以的话，常吃我想是没有关系。OK， 好，品尝完了我们的烧酒鸡，再来呢就来吃一下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的虾虾哦，赶快嘉玉吃看看。吃看看。它不会太辣，然后呢，那个肉是很鲜嫩的。对，对不对？因为这个，我觉得老师炒这个虾是不是它的那个时间也要拿捏的蛮好的？对对对。有一个步骤，我刚才先炒过，先煎过，那步骤一定要。先把盐巴哦，把口感熟起来。那再下去烧，它甜味比较不容易跑掉。它肉吃起来不会那么烂。原来如此。然后再配上这个甜椒。对。老师，为什么只用甜椒不加青椒？其实这些椒的话，有就是增加它的一个怎么样丰盛的感觉。对对对。那我想有青椒，有甜椒，如果都是椒，那吃的自己太单调，所以我把它改成用个青花菜。青花菜来搭配一些酱汁，不会很辣，味道不会很重，吃起来也不错。嘉玉，你刚刚吃虾子了，对不对？那有没有自己煮过？没有，你没有煮过虾？没有煮过虾。那你有没有去外面吃外面煮的？有。那今天老师煮的口味跟你外面吃的有什么差别？那个老师煮比较好。你说我们老师叫我名字，我还在一点喉咙老师煮的像官方的说法。不一样了，老师有金姐啊，真的好好吃哦。然后人家那个辣哦，是因为那个大豆瓣的辣，然后它不会让你觉得那个舌头很不舒服，可是连吃到这里都会感觉辣辣干干的感觉，就是干，不是很干，是甘醇的干。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罗大师，谢谢我们的嘉玉。你看回去呢，看能不能去买这些材料。好，其实这些菜市场都买得到。好，那回来试着自己煮煮看，好吗？好，谢谢，也谢谢朋友们的收看。记得认真看，认真学，做一道很丰富的菜肴，犒赏自己也不错啊。谢谢您收看，下回台湾行再会喽，拜拜。这边好像。